还有花钱叫人家跳舞哦。赠送800块，他可能穿得很大，然后在我面前这样说，所以你天生花就女优当女优，女优当然可以啊。哦，还是我想要素人，半夜都是素人，这不是深夜节目。旁白各报报，单身丰田报花钱找女优，一分钟800元，真抵赞。哇，可以耶！上次有小心快的。哎，表情要！哎，对。OK。哎，丰田为何穿直排轮做亚运经典压线姿？打败韩国。你说可以穿直排轮来羞辱我是吗？因为他和羽山开了新节目，想说要不论亚运还是亚锦赛都夺金牌的国手来沾沾喜气。第一集特别来宾是刚刚爸爸的威廉。走，你说没有你说啦。好的，是10月底才结婚为人妻的羽山，咪是10月底老婆才剖腹产子的威廉，搜是单身喜欢去成人展的丰田，他们凑齐开起车来，没有人装刹车皮啊。平常很少在跟他聊天的吧？发那个。常常做人不一定有做人。其实都还蛮舒服的。舒服的意思是说，月中心蛮舒服的，我觉得是感情更近，对，就是更热烈。那这样子会不会下一个？很快，等于在月中心，他没有办法分床，所以就脚很容易会跨过去，但会忘记他有就是那个肚子会。先让他休息，就是 休息完之后再修改一下，修改这个我们的那个哪个？你说啊？修改我目前。我儿子的那个身份证，对，我们会闪。我看我老婆还会迎上前，啊、没有，因为他怕跳到别的地方啊。如果你找到对他，其他地方都很完美，但是他就是不喜欢运动，那怎么办？就是，会不会把他拖出外面运动？出去哦。场上的运动开始。喂，我们国家英雄是要让你亵渎的吗？还有花钱叫人家跳舞哦。赠送800块，他可能穿得很大，然后在我面前这样说，所以你天生花就很正常。真的很正常。女优当女优，当然可以啊。哦，还是千金，千金不一样。啦啦队的啦啦队，不行，啦啦队感觉一定会被拍。我想要素人，这不是深夜节目。三立娱乐新闻笑死报道。